男哭闺蜜的临时制作小技巧。一、将平底锅蘸取面糊，这样就能做出一个个蛋饼。二、蛋糊倒进勺子里，放在火上烤一会，加入馅料，蛋饺就轻松做好了。三、半盒牛奶里放入几颗棉花糖，打进两个鸡蛋，摇晃牛奶盒子，微波炉加热十分钟定型，倒出来就有美味的牛奶布丁了。四、锅中放入黄油和糖，融化后加入玉米粒，把碗倒扣在锅中，美味的焦糖爆米花就做好了。没学会的赶紧收藏。活了800年才知道的生活小技巧。一、袜子这样穿可以变船袜。二、将裤腿挽起一段，再用皮筋像这样扎紧，宽松裤就变成束脚裤了。三、将链头固定在叉子上，这样装拉链方便又快捷。四、将瓶子割成视频中的样子，再将头发放进瓶子中，这样在家也能吹出大波浪了。没学会的赶紧收藏。